台视三立周日偶像剧《网红的疯狂世界》全员出动，来到台中举办粉丝见面会，现场之见挤到爆。很靠近马路的粉丝站进来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很担心你们，那可以的话站旁边一点，或是你有什么需求，我等一下尽量满足你，但你不要站到马路上，用这种有负担的爱，好不好？进来一点。黑啦，安全还是第一，但看到演员们本人，粉丝的潮嗨程度已经让大家吓到，口径太一致。现在开心，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办这种，就是真的可以让所有粉丝一起来参与的见面会。今天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，因为我们网红的疯狂世界开拍到现在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可以跟大家这样子近距离见到面的活动，以前都是直播嘛。第一次粉丝见面会办在台中，然后很开心，就是大家都来。很想你们，然后今天很开心，刚好又可以来台中。你有没有喜欢台中这个地方？那今天来到台中也很开心，天气很好，很开心，就是来到台中，因为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台中。很开心可以来到台中，因为我最喜欢台中了。干嘛觉得我很欢迎？刚刚我们一出场，大家的尖叫声就已经把我们给吓死了。可以再听一次吗？那个全部人一起尖叫的，一、二、三！天哪！原本以为尖叫声已经是今日最高潮，没想到副总跟执行长的恋情也随即大曝光。目前看起来是因为小乐辜负啊，不，元乐辜负了我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到执行长应该做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很大。没有，其实大家应该如果都有从头看到尾的话，应该看得出来我对副总的爱是非常非常的满。亲一下。准备好了，要拍到啊，一下就没了。我想问，我跟那只猪谁比较好亲？你在讲他是？不是，我跟他是出场吧。那你觉得小乐比较好亲，还是熊熊比较好亲？小乐。完了。OK， 我回去反省一下，可能我那天没有出唇膜。剧中副总突然的消失，究竟是因为罗莎的吻，还是元乐的年，以及是否会再回归大家的怀抱？一定要锁定每周日晚上10点台视，以及每周六晚上10点三立读会台《网红的疯狂世界》啦！完成了，这个囧台东人报道。